里面有12位成员，12位姑娘们代表他们的团，然后来到了音乐风云榜现场。我还记得去年 SH48 真的是几乎是全员到齐，然后我们也会在现场感受到姑娘们青春朝气的魅力。啊，今年呢，我们有12位代表来了，据说里面有7位是有一个新的组合，是吧？我们要请他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欢迎来姑娘们到我这边来。 Hello， 好，请到这边，我们在这边再留影，谢谢。欢迎各位。好， Hello Hello， 哇，来，我们在这边再合影一张。好，好，各位看前方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姑娘们，谢谢，请场内就坐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红毯继续，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呢是说17岁的一